等等，我再数三下。等一下，我打死你！我告诉你，别怕，不然一会儿得吃大亏。教训你的人也多。华强能办的，弟弟脾气太不好。不是小明，你能？这瓜儿生的你自己吞进去。明天铁要有苦衷，大哥打死你。这瓜手肯定要啊。不能办。听说你这段时间一直在找我，有什么话您就直说。这刮鼻子是金子座，还刮栗子金子座？是。我一枪打，好好教育教育。我今天给你机会了，你没把握住，听明白了没？就三哥这句话，是龙得盘，是虎得卧。幸运二卧，幸运那啊！我那些朋友呢，也都是靠我吃饭。不是花钱不如美，相声这个事儿啊，得盘，大哥都是疯了。